40分钟起稿练习。看这条线的角度啊，那线的有一个角度，然后这边的角度，整个这鼻子画宽了，包括这个地方这条线，都这。不是，你这个线又开始看光影了，你没考虑到这个，它是一个顺着这角度，对吧？你看你这个几条线，把这个纵轴线角度画出来，画出来之后，然后看左右的比例关系，找这个眉间，没那么宽，后来改这个宽度应该差不多。那改的宽度应该差不多。对，原来改的，后来改的行。然后结构，这个鼻子是个穿插结构。软骨有一个硬。对，有一个软骨，有一个硬鼻骨。这个菱形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宽度，这边下来，宽度、角度，抓开始，抓结束。还是从体积空间中入手，还是从这些事儿上入手，开始起稿的时候是这样，直线拉直线，概括这些点，画的外形上的一些高点，从这儿开始，这整个是一个案子，开始到结束，就描这些边儿，要画体积和空间。它那个鼻翼上就有个，这是往下走的，往下走，走到这儿之后，这也是斜的。看，开始，结束，投影，然后不往下来，往下带，抓住边缘，往上往里带。它的高度在哪儿？鼻子的高度，这就是画形的基本的画形。就把所有的那个有结构的地儿都标出来就行。对。靠这边的时候，远处的虚点，线画的时候也弱一点，对吧？用直线开始画它。注意看，这个线，都是一个斜，都是一个角度啊。你都是一个角度，你这事儿才成立嘛。对。然后再往里画的时候再考虑，对，
你看就开始修这形，修这小形了、啊、对不对？对，高点都给它锯住了。对对，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咱画一条直线，到再往下画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细化了、嗯、是吧？这边的开始，这边的交界的暗影的位置也标出来、嗯、轻轻的带一下，别画死了，留透气。然后一会儿你再根据这个画眼睛啊，画这些位置的时候你才能再画，对吧？这个厚度啊，就上次你这么一画一带斜着走，这边画往上走一带，这边往下走，然后往这一带宽度，对吧？上去的宽度，这边往这么画，这就代表圆的，这就是方的，是吧？这就是方的，到这儿了，这就是圆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圆的，往下走，往回走，你看，这是结束，往回走，这是投影，往从这开始往上走，这是实的，那往后这是虚的，是吧？那这是实的，往下来是虚的，往下走。啊、嗯，这整个是它的一个基础的形就出来了，对吧？对。你画接着画鼻子还是画那啥？还是画个耳朵眼睛呢？我都要把这再录，我再换个角度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啊！嗯、好嘞，就这么整啊！嗯、你像这个鼻孔，先画了这条线了，对吧？这条线画最，嗯嗯，然后过来下来，过来往上带一点就行了。不要使劲画，因为它最重要的线在这儿呢。哦，是它鼻梁，是它交影交界的地方，是形体交界的地方，对吧？嗯、然后这里面就带着画，就带着画一下就行了。明白。啊，表示出的有这东西。对，表示出的有就行了。OK， 你接着画。